飞手，一个无人机操作员的职业，可以释放一台无人机，边飞边监控周围，15秒后呢会自动悬停，就可以接收画面了。那太远呢，信号就不好，画面就会变差，这很合理吧？那现在收档太远了，非常的模糊呀，我们慢慢的靠近无人机的地方，就会发现呢一点一点的变清晰了，那再靠近一些呢就非常的清楚了啊。那再点击一次无人机呢就可以继续飞行，点击收回呢就瞬间回来了。哎，这些技能做的还是很详细的，非常接地气的一个职业，一看就懂啊。那这个蓝色圈圈的范围呢就是无人机开锁的范围，哎，无人机附带一个呢黑入门禁的功能啊，在这个范围内的大门呢都可以打开。把这个无人机飞出来以后呢，有个亮起来的视野范围，这个范围呢我猜就应该是可以清晰接收画面的范围，除了这个圈呢就开始糊了。那有了这个无人机还不稳赢啊，那只要我躲在监控下面往死里看，总有内鬼没注意到这个无人机直接下手嘛。感觉非常的强大。好，监控下面直接飞起来，那有人看着我们呢，我们去看别人。这个无人机飞行的阶段呢是隐身的，只有我们自己能看到呀，所以不用担心被内鬼发现我们在起飞无人机，根本看不到。哎，只有悬停后呢才能看得到啊。这里撞墙了，是因为呢要走路按照影子来走，不是按照无人机的贴图走的啊。看到两个人从配电出去了，那正好呢现在天黑了，我们继续蹦跶，反正监控还亮着。好，这个米色呢应该是灰猪，他刚刚出去了，现在又进来了，又进来一个人，画面非常的糊啊，但是还是能看清颜色的啊。又进来两个人，然后灰猪出去了啊，然后他又进来了啊，然后他又出去了。不是哥们，尿急下厕所呢啊。灯修好了，监控还在亮着，那我们继续看呀，点无人机直接切过去看，这灰猪什么时候又进去了，现在又出来了，这来来回回隔着七进七出呢，我有理由怀疑他不是好人呢，哪有好人天天待这里啊，这可是有去无回的配电室啊。这俩人贴得过于近了吧，偷偷看看要干啥。好，15秒到了，视野切回本体了，又关灯了。那我们继续看啊，那今天我就打算死在监控下面了。哦，这天黑都没下手，感觉像是链子啊，难道我们无人机停的位置不好吗，容易被发现吗？啊，那现在配电没人了，那个都被吓跑了，我们做做任务吧。又进去一个人，那其实这样倒是好事呀，那个发现配电有监控呢就不敢下手了，拖延到最后可以任务胜利的。但是我们好像看得太久了，一个任务都没完成啊。哦，天黑了，注意观察，这灰叔又进去了，我很好奇他到底在干嘛呢，鬼鬼祟祟偷偷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可不是我干的，监控看到了吧，我就站在这，他明显碰瓷的啊。没了三个人呢，我啥都没看到啊，就面前暴毙了一个啊，四个人都不是配电下手的，有狙击手没落在开枪的位置，杨带和灰叔修的灯，那不就是灰叔配电打的，他也在看监控说开源是暴毙的，那应该是灰叔往监控开的枪吧，那我想就算不是他呢，他也不是好人呢。莫德说枪在船头，可能是氧气室，那反正灰叔是坏人可以直接出了，他说自己是基因学家，哎，不可信，天天往配电室跑肯定不是好人啊，没什么人信我，但是两票呢还是给他出了，应该不会错的吧。好，灰叔是个豺狼，那果然是坏人，我们观察的结果是对的，但狙击手并不是他。那这次呢我们躲在医务室里看啊，现在管理室有两个人，我们无人机悬停的位置不太好啊，在路口谁敢下手啊。好，橘色往下走了，哎，这个鲨鱼帽是不是闪现了，他应该把橘色给刀了吧，我们报告一下，应该没有看错的。好，有人报告了，看一下，哎，没有橘色呀，什么情况啊，但是橘色已经被刀了，是不是有秃鹫啊，两个人倒在了护盾，那直接让弱水交职业吧，他说是挑衅啊，橘色刀的被他反杀了，我怎么不信呢，你刚刚什么情况呀，把橘色给刀了，他说是链子暴毙的，那反正你刀的直接出了吧，刀的意思是这把是链子啊，上把开源暴毙以为我们是受诅咒者，哎，被刀后呢凶手暴毙，然后我们顶替凶手的职业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但是若水都刀人了，你先出我是几个意思呢，刀刀不是好人呐，想带节奏出我啊，若水是内鬼狱卒，哎，刀刀啊刀刀，这样就露馅了，那这把直接拍灯把刀刀给出了，再见刀刀，我出了豺狼呢又出了内鬼啊，有没有大神官给刀刀开个庭啊，杨代说我们像跟班，杨代是小丑吧，刀刀想跟杨代开庭啊，那这杨代终于想起了优美的家乡话 啊那这样吧，我先出刀刀，等会呢我跟着杨代就一个内鬼啊，伪赢好吧。好，刀刀是跟班没有豺狼吧，就一个内鬼了，继续拍灯吧，我们把杨代给出了，哎，不对啊，刀刀他是跟班没上位啊，难道还有豺狼，不会吧，内鬼破坏了，如果还有个豺狼还有个内鬼，那不就是两狼了啊，杨代这皮给我嘎了啊，秃鹫赢了，什么情况啊，杨代是内鬼被招募成了豺狼，招募了刀刀，名气是狙击手啊，开源他中了名气的子弹，从氧气室飞到了反应堆门口，这么远吗，
啊，那刚刚五个人就空白和我呢是两个好人，其他都是坏皮啊，还被秃鹫给偷赢了啊，都怪杨戴。